上一张。冰淇淋沾那个。OK。冰淇淋沾巧克力。好漂亮哦！哦，真美。真的是美，你看看我的美呆了。还好我刚才有看到这一片，强迫你们停下来。他们那么大粉条。谁？你电话会掉吗？太不。先掉了。我。太厉害了。我姐姐，她姐姐啦。哦。你帮我降格。我是什么？哦，他会讲话的。晚上请你吃牛排。晚上吃牛排，晚上吃牛排。哦，这是怎么教的？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伤心了。什么东西？有人要请吃牛排？因为他姐姐妹妹分不清楚，他就说我是李曲月的妹妹。然后后来就说，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啊，这话。这个好。这个好。这个好，孺子可教。爸爸是这个，因为我比较年轻，对吗？对。耶！好开心哦！你有照到船吗？刚刚有个船。有，可是我觉得船都黑的，嘿，黑的。没有看着，你知道是谁？我有叫姐姐找。我觉得你要纯牛肉的还是加牛肉丸子的？加牛肉的。要牛肉就好。我是这么想，我是怕你们都想只想吃。